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嗯。 高先生，程英，我来是想跟你说，林老板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在外边帮你们看着，你们长话短说。程英，我想好了。 你走，好吗？文忠，程英，你怎么那么久啊？林老板在等你了，快点啊！我知道了，马上。你拿着这封信，待在这里别动，回家再看。你要干什么去？嘘，林世伟已经来了，你听我的。程英，能不能不走啊？ 都几点了？不是说好了去我家市里服的吗？那咱们走吧。嗯，走了，慢走。走吧。干嘛呢？刚刚在找东西。回家了。林先生，程小姐的礼服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随时上楼去试。另外，我还准备了几瓶好酒，您看是需要哪个年份的？那就。世伟。 尝尝我选的酒怎么样？干杯！敬美好明天。好酒。侍卫，想不想看看我穿礼服的样子？当然。那你等我一下。 快去快回啊！文忠，原谅我，我等不到你口中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了。今晚我将和林世维同归于尽。 回首来到上海的这段日子，一切都像一场梦，只有你是真实的。真可惜，我今生没有这个福气，不能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文忠。
不要为我的离去而难过。我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里有你，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我心里都是你。我爱你，成瘾。文忠，出事了！成瘾要去杀林侍卫，快跟我去救他，文忠。我来干嘛？你开门啊，文忠！你不要去了，我不想让你冒这个险。大小姐这个仇，我必须要报。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。你放心，二小姐，我一定把她救回来。有良大哥，有良大哥，有良大哥，有良大哥！